Hello， 大家好，我是八九。首先想先带来一个好消息啊！经过我们台湾人的努力，最近法国政府终于废除了台湾人在法国的检定证书上面被写了 China PRC 的国籍。我觉得啊，有一半的功劳啊，还是要归功于被驱离的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啊。他从前年开始就口出狂言啊，什么打下台湾之后要建立集中营啊、教育营啊，然后前几个月开始又得罪了大半个欧洲，对吧？不仅如此，日本的神社也出现了语言分类。我们看到这张图，有英语系的国家，有韩文系的。最棒的是他把中共国跟台湾分开来看。那身为一个台湾人啊，看了真的很感谢这间神社的做法，甚至上面的用语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也用了台湾人习惯的用法。其实今天中共如果没有想并吞我们，没有想要侵略统治我们，我觉得把台湾归在中文类中文语系完全合情合理啊，对吧？不然我现在讲的是什么，比如说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刚好也是用简体，那他们也会被归类在这个简体中文这一类，而英语系的国家也会被归在同一类。但是这不代表他们是同个国家，你们也可以发现德语通常在欧洲的捷运系统会出现德国国旗作为一个代表，但这并不代表同样说着德语的奥地利它属于德国的一部分，对吧？但我相信如果今天英国主张使用英文的都是英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那我相信很多国家也会希望跟英语代表分开来。语言只是作为沟通的一个工具，它并不是拿来做统战统一的借口，所以不要再跟我嘴你有本事就不要用中文，不要用汉语。首先你用的也不是你所谓自古以来老祖宗用的汉语，对吗？你用的还是英文罗马拼音打出来的简体中文呢。但是这些都比不上这张图来的暖。这是日本的一家店的告示，里面写到服务人员会的语言。眼尖的观众朋友发现了没？重点在台湾跟中共国，还放了国旗，直接单拉开来看。这位叫做李秀清的店员啊，他竟然会两种汉语，另外一个叫做殷家倩的，他只会一种汉语，中共国的汉语。我觉得太棒了，这家店真的政治太正确了，我超喜欢的。虽然最近啊，尤其是今天看到这个我们国家的艺人黄子佼整个大爆开，然后又连环爆了好多好多大瓜可以吃，所以相信最近的娱乐版面啊，大家应该会吃了不少瓜吧。但这边还是想说一下，网红或是艺人啊，同时也代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一部分人群的缩影。所以像艺人啊，像有些网红啊，如果他自己的品德品性或是私下做了一些不好的行为，那也就代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默默无名的老百姓，他们可能不是网红，可能不是艺人，他们也在这样做。所以如果当这个艺人啊，这个公众人物啊，越来越多这种事情被爆料出来的话，那意味着下面他们代表的这个社会缩影的人啊更多。所以大家好好多注意身边的亲朋好友有没有出现类似的状况，多给关心，多给阻止跟及时的劝导，这是我们国家要进步大家的责任，不是说我们只怪罪某一个人，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我们话再说回来，最近又有一位叫做王小王的小粉红啊，在西班牙闹事，他跑去当地的一家星巴克，全程用中文点餐。最近不是很流行这个吗？把过程拍下来，然后标题叫做“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当然了，西班牙的店员啊一头雾水，结果最后还不是比手画脚。但是啊，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小粉红在离开的时候啊，说了一句日语。他说了日语，阿里阿斗。我相信这个地球上多数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是日语。电影也常常出现，对吧？通常欧美的电影有演日本人的话，一定也会讲这句。所以呢，这个小粉红就是故意甩锅给日本人，因为不见得日本人听得懂这个小粉红在里面说的中文。这个小粉红在里面说的中文也并不常见，他也不是说什么你好谢谢。如果像是这种，我相信应该多数的人也知道这是中文，但他没有在里面讲你好谢谢，他讲的日文的通用，他讲了大家最为熟悉的日语。阿里阿斗，你们这些小粉红真的是其心可诛啊，我只能这样讲。而最近中国不仅宣布每一周工作一个小时以上啊，你就不算失业人口，还规定金融界的公司啊，员工或是高管不得炫富。那这个炫富的行为包括了穿戴明显的名牌，出差的时候也不准住五星级的饭店。像中国的一些银行已经开始削减员工的福利跟津贴，砍薪之类的，夏季津贴也砍掉。而这么做是怕被扣上打贪的帽子。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怕会激化中国底层跟政府之间的矛盾。应该说这个现象一直以来都有，但以前中国政府不重视。为什么？因为以前中国的经济在2010年那个时候到19年都是还不错的，欣欣向荣的。但最近的中国为什么要特别重视这一块呢？可见中国的经济确实大不如前了嘛。我们之前那些数据都分享过在不同的影片，所以也不是说张嘴就来。那中共的银行又在干嘛？最近降息放水，甚至优惠鼓励买第二套房，这些通通都没有用，刺激不了消费啊，刺激也刺激不了经济啊。中国的房价最近跌很多，很多人都哀哀叫，不是说房价跌了大家哦，房价跌了好棒啊，我买得起房。不不不不不，中国的房价跌这个是结果，原因是因为穷，经济不好而房价跌，所以不要倒果为因。比如说像原本500万人民币买的房子，现在很多人那个贷款买，然后现在砍半，砍了250万，砍了300万，还卖不出去，没有人要接盘，然后你又失业，你薪水又被砍，你还不上这个房贷，所以你要把这个房赶快脱手。但即便你脱手了，或是你被法拍了，你的贷款还是要全部还完呢，你的利率还是要全部还完呢，连本带利的全还哦。中国房贷的利率真的是太可怕了，之前有做过影片分析，跟他们的薪资完全是不成正比啊。所以我就看到之前有小粉红说，哦干，欧美的利率也是差不多这样啊。哦也是啦，你中国毕竟最近都晋升成已开发国家了，对不对？虽然你们不想承认，之前中国在春节期间又宣导禁止人民哭穷，在网络上卖惨，说自己不如意的事通通不准，现在又加了一条不准所谓的炫富。所以看中国经济，除了各方面的数据参考之外，还要用不同层面的资料跟社会风气来判定。而最近中国啊，有人在网络上教小粉怎么住烂尾楼，带大家来看一下影片。兄弟姐妹们，最近总有人问我买不起房子，租不起房子，没有地方住怎么办？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住处啊，就是说这种烂尾楼。但是住烂尾楼有住烂尾楼的规矩。首先，咱们如何挑选烂尾楼？第一个呗，挑选烂尾楼不能选那个就是结构已经破坏的。你住烂尾楼，晚上千万不要在楼里乱窜。不是说楼里会有什么东西，许多烂尾楼都有一些暗坑，有的坑你晚上你看不清，各位，你走，你夸一下掉坑里，人就受伤了。第二点是啥？如何选择篝火？篝火咱们很简单，找点这种废弃的砖头啊，往这一摞，哎，中间给它留一个篝火缝就可以。咱们先把篝火点起来。附近如果有什么树木了，有一些这个可燃物了，咱们尽量就不要点。哎，其次啥，兄弟们，你点篝火会有烟。这种楼，兄弟们，上面都是有顶的，你看它这个烟会飘不出去。所以说啥，各位，你像附近这种窗户，兄弟们，咱们就别封，或者说你把这个窗户封上可以，但你要留这个透气口啊，要不然人会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哎，就是说氧气不足。你像现在这种窗户就没事，虽然说它这个烟从顶排不出去，但是它可以从窗户外面的空气也能进来。暖心的住烂尾楼教学，买不起房可以干嘛？可以去住烂尾楼啊。那影片的最后还是要来说一下，最近中共邀请的国民党、民众党还有新党来参加所谓的海峡论坛。以上这些人都去了，不管是以党的身份去或是以个人的身份去，那中共派的代表是谁呢？王沪宁。那王沪宁又是谁呢？他是圣上的军师啊，很多乱七八糟的口号跟路线都是他帮圣上钦定的，什么全面脱贫啊、攻坚胜利啊、退林还耕啊、农管啊、全面小康啊、圣上思想读本啊，这些都是他定的路线啊。当然可能也是圣上的意思啊。你说我们是想去骗他们，拖延他们打台湾的时间，让他们放下戒心，你确定你不是被玩的那个吗？中共的宫廷斗争你国民党还玩不够，你国民党还输不够，哎，我们民主国家跟人家玩这一套攻心，你确定哦？人家要的就是你减缓战备，人家要的就是说，哦，你看选这几个党啊才可以跟中国有和平的可能啊，你选民进党，我就不要民进党，因为民进党我就是不谈，就是只有战争的选项啊。台湾民众觉得，哦，我们可以不用那么兵凶战危，然后他突然来一个骑兵，然后我们那个时候都放下戒备，也没有军购，什么都没有，怎么打啦？所以中共这样才可以增大机会拿下台湾。当然啦，美国一定会出来打，但是当台湾人都毫无斗志，甚至放弃，没有军备抵抗，那美国有立场帮吗？没有嘛。你已经玩这个路线，什么一中各表，这个路线玩太久了。中共以前没打过来是因为他没做好准备，而他认为和平统一非常有可能，所以他让你玩。时至今日，他们加强战备的原因是和平统一无望。圣上二连任之后到今天，你们自己去对比胡锦涛啊，还有这个邓小平，你们自己去对比军事策略。而他们中共自己对内也不相信和平统一了，所以你们那些国民党的那些丸子们，我可以跟中共好好谈的那些人哦，
你们玩什么两面手法、三面手法，中共都知道啦。所以今天是你被玩还是他玩你？当然，我相信你们还是不可能卖台，但是你们可能会玩火自焚呢、啊。今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跟中国谈了5个多小时，仍然是鸡同鸭讲，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而下次要安排王毅参访美国，所以可见这次的会谈象征性的意义比较大，目的是让美国国内的那些跟中国还没脱钩的企业看，哎，我有在缓和哦，哦，我有在做事哦。那对中国来说同样也是，哎，我也是在缓和哦，所以中国你们还是可以来投资的哦，对不对？再继续把钱送过来，然后我再让你们继续烂尾。但实际上脱钩这条路线是不变的，变的只是在你的速度多快。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喜欢记得订阅，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我是八九，下次见了，拜。